潜行暗杀。哪个呢？哪个呢？七八，这次前往教堂集会厅是什么地方？读盘真快呀！失败，将可以将模式难度变成辅助，尖晶石、镶嵌宝藏都可以改造，增加一点火力。哎，我觉得要把那个定制手提箱，把它换成这个比赛塔币，手枪弹药掉落。改成这个，然后喷子子弹用完了，换成那把喷子比较好。这个碎炉者占的格子少一点。然后零件就不要用来合成手枪子弹。会有点亏，大概是这样。又洗，感觉也还行，是吗？豪华版是一部分豪华，并不完全豪华。调教。签这个剩下了。Molding a weapon to suit your specific needs. 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耐久度啊，升一下吧。Stranger, little bit. 耐久度很重要。Goes a long way. You see. 手枪升了1.3，1.6。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1.5。这几把应该都不用升了，老狙可能要升一个，因为它威力可以变成非常大。装填速度 0.42 0.45， 这个没有区别好像。啊，射速啊，装填速度 1122， 这个1和2它有什么区别呢？啊，一次装填2发子弹，这样的。射速真的是没有区别，打一枪它要拉一下的。狙的话有可能要换，弓弩枪是不换的，弓弩枪直接用到底了。熔弹量也可以升一下，装填速度手枪是要换掉的，散弹的话要换还早，要换的话要换打击者的。这个英国口音真是太帅了，钱有点少。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Will that be all then? Pleasant travel. Welcome. 好了，走吧。Next time then.怎么样？直接开地图啊？有，直接开地图。那这边的话是需要艾什里才能上去的。猎人小屋是没东西的，村长宅邸还有一个需要艾什里上去的地方。溪谷这里都没有，然后就是这个湖区了，是吧？农场那边还有一点东西没搜刮。哇哦！赶上了。补给不是非常多。终于到教堂门口了。哎呀操。有人。没有聆听者模式。
就我记得原版是不是某一个墓碑上面有个东西来着？是有钱还是有啥？这是啥？这是某种解谜的提示吗？据说用弓弩枪可以捡到他的东西。掉哪去了？我操，这么远！完了，完了，呵呵，有点高，这个拿不到了，怎么办，同志们？拿不到了。Shit。要注意这个抛物线。记得这个小道什么，楼顶上还有一个，头顶上还有个鸟窝可以掏手雷来着。怎么还掉钱？我不是已经改了那个掉落率的装备了？掉点子弹，打个。啊，说明最后一个乌鸦不应该用那个，用弩枪，直接开枪，这儿就没人了。头顶上还有东西吗？这儿。鸟窝呢？掉个雷呀、啊！因为我是穿过去，没有，对，直接穿过去，穿到一样能让它停下来的东西上，然后就停下来了。比如说像石头，哎，这儿有一个，这就不敢用那啥了，这就不敢用那个弩枪了，一箭往上射，这掉到哪儿去都不知道。要不要记一下这个标志？这是什么？这是 M，这是 Z，还有啥？这是什么 X 吗？那个是 V 吧？还有一个某种顺序吧？估计解谜要用到这个东西。这是什么 C？原版那个谜怎么解？我已经忘了。怎么办？这根弩枪，哎呀，难受哦，这个轮盘好像是打巨人才能拿到，是不是？Gunder want to roost. The church is sealed up. And maybe eagle? Negative. Nothing yet. But they sure do have this place locked up tight. I see. I can think of one reason they'd want to do so. 肯定是因为藏宝藏。That's for sure. I'll find a way in. Condor One, out. 无线电切断的声音还要说一下。哎呦，哎呦，这个你藏宝图里面写了吗？啊，写了。一个。
红宝石戒指，红宝石戒指不知道红宝石能不能抠下来啊？抠下来再镶到别的这个宝藏上，然后那个戒指单卖，那红宝石可以卖贵一点。三支箭可以一直用，没有啊？你看我这没有用到啊，是不是？这它戳到上面去了，我拿不到了呀。爬上去，我操，特工啊！栏杆上面有一根箭，你拿不到啊？你不是特工吗？哎，垃圾玩意儿。这里有棵树，我记得啊，这个教堂门口不是有个树吗？那个树有个鸟窝可以打下来，里面是个啥来着？宝藏是个啥？没有了，嗯，这个新版的宝藏有点不是很明显，都非常小，一个小笼子挂在树上，这鬼看得见，打鸟会穿透啊，这样的。没错，这可以进去。那这看看，哦，这个不是那个吗？把它锁在教堂里，等待特定的时间。翻过来看，小钥匙不能用这个钥匙，要打字机。有一外的扎来打那女，把锁在叫带主的命，在那前要关好堂的门、食堂的门，钥匙会保存湖对岸洞里，怪会对付鱼入侵者。懂了，完全看懂了。Let's hope for no more surprises. 有一个非常逼格的 surprise，就是湖里有一个那个。我们走到底吧，走到底，然后把东西拿了再回来下这个地道。这个地道应该是通那个湖的。生化重置一重，天天直播了。啊，做不到天天直播，今天晚上就不是我，明天也不是我，后天也不是我。天天直播什么的是不太可能。这是哪尼？摧毁他们坟墓上的灰烬，摧毁坟墓上的灰烬。教堂监禁室两个，坟墓上的什么灰烬？物资大哟，这个可以直接卖。还好那个东西是不占地方的，这个。叫什么？宝藏是不占地方。还有上海滩吗？我还没有玩到嘞。哦，闪光弹啊，没了。这里没有一个谜题吗？就是那种放一颗什么宝石上去，然后它就转一下什么的，没有那种。呀，怎么变成这样了？上锁的门，那走外圈，咱走外圈再看看，外圈过不去，行吧，走一条路，线性流程，很爽啊，最讨厌就是这也能走，那也能走。看到打字机就存一下，好习惯。在那个墓地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墓碑呀，这样去看一眼。马上这也能走，那也能走，那不行，我不要这也能走，那也能走。我能不能看到这个双胞胎那个？
邪教的双胞胎。双胞胎的坟是连在一起的，应该是 style 也是一样的吧。我好像记得两个 VV 嘛，是吧？是这个吧？OK，刚好回去找商人，商人不就在这儿吗？还能看见他的蓝光，商人，哎呦，又来了，没错，又是我。哎，两个尖晶石，顺便把刚才捡到卖掉，仅供出售，仅供出售，这个不能抠好像。商人哼歌，看看，调查一下，确实是卖的。那 Ruby 不能抠下来，是硬核吗？不是硬核，硬不动了。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 卖出去，它返回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吧？你说呢？还有这种好事吗？你觉得会有这种好事？A well-tuned weapon can make up for a lack of skill, friend. 0.72，它这个射速怎么都升的那么少？0.42到0.45，0.45到0.51。是一秒能射几发的意思吗？1.1到1.0，就是一秒能射两发呗。这个提升好少好少，0.03，只升了0.03，这个也是0.02，这个最不需要升的就是这个了。手柄打靶巨折磨，那是。返95%，亏一点啊，行吧。对，可以存个档试试的。这怎么走外面？看看走啊，走外面走不了，失忆了。手柄不好打。手柄嘛，肯定是没有鼠标好打。等你什么时候办公啊、聊天啊，都用手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手柄也挺好打的了。你说呢？谁让你平时上网用的鼠标呢？弩可以升满，弩升满了会怎样？打打打，然后再捡捡捡，是这样吗？这个应该不能破坏吧？破坏了它会漆个油漆。紫薇，哎呀，哎呀，哦，是这样的，原来如此，那还是跟原来一样啊，下这个地道就是为了干这个呀，原来是我误会了，三剑一个，哎，这是什么？雷拉狗。这里我记得小屋里头有个蛇，Holy shit！燃烧瓶是吗？这能烧多久？
别躲了。烧起来，大哥，你烧起来嘞。别挡我油桶。你妈的。怎么都是掉钱呢？看看啊，能不能捡回来。哎，这捡回来了好像。这开花了，狙怎么才一发子弹？嗯，不吃蛋，不吃蛋。我操！是一个这个，Holy shit， 捡不下了，开心。刚好吃掉一个药，就两发，永远都打出去捡回来，打出去捡回来。这会不会是蛇？啊，果然是蛇，经典复刻。蛇这个东西卖商人，蛇爱占地方是吧？哎呀，才占两格，还挺多。还浪费了一发，是，一共就三发，我还浪费了一发，真是可惜。吃点蛇肉，蛇有任务的，要卖给商人了不是？不知道还前面还有没有商人？还有人是吧？听到三条蛇的任务是，这我这有点东西有点拿不下。喷的子弹最多叠多少一组？我操，小鹦鹉，你怎么扔到楼上了？我操，还捡了破片手雷。本部那啥的更那啥的，菜刀，功夫再高也怕什么？
Oh my god，格子危机了，already？这就已经格子危机了吗？也怕狗咬？嗯，合一下吧，合点啥呢？哎，还得发弩箭，还把菜刀，把菜刀合了，这下格子危机了。把钱先捡了啊，别着急。然后我们先把钱捡来，然后想一想喝什么。这个弩箭两发合掉，做点散弹，啊，做散弹。做个步枪子弹吧。做步枪子弹，然后再做点儿。啊，现在有八发，散弹现在不是很需要，步枪子弹比较少，做步枪子弹。好，奖励三发是什么意思？我操，合成奖励那么牛逼！这样省出一格来。肯定，你没闪光弹，爆虫硬打呀，还没爆虫呢，没到爆虫的时候。嗯，再怎么分配一下？哎，我的弹药粉，啊，还多一发。然后我们先捡这个东西，然后把弩箭合进去，捉襟见肘，这就叫什么叫捉襟见肘？这就叫捉襟见肘。嗯，然后把那把菜刀给合了是吗？做成弩箭两发，然后这把小菜刀留着。闪光弹我有两颗，闪光弹我有两颗，暂时还没出虫呢，所以说不着急。但是这个大的这个零件有点麻烦，TMP 肯定是不会用到的。嗯，要不合这个弩箭吧，有点亏呀。如果是捡那把菜刀的话，可以做四发。弹容量很足，节省空间。DLC，但是我没有买，呵呵，看不上那把枪，有点丑，所以就没买。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只能合两发，是应该是把我差的那把刀给合掉吧？哼。别给我把好的那把合了，我操，我他妈吐血！哎，整齐了，突然有点开心。嗯，这样的话，这个地方可以放弩箭。红酒，对啊，等会儿就换红酒了。那把大的这个合掉吧。哎，对，有自动整理吗？不，暂时先不用。我希望前面会出现一个叫做商人的东西。打手上那个瓶子，让它烧一会儿。洗了。没音乐了。这里还有一个
宝藏。是这儿下去吗？那前面还有东西可以捡。掉的好多都是钱，我操！这个东西掉下去去哪儿捡？这儿可以下去吗？我操！等一下，这我打掉得有地方捡，不然我就不打了。耶，怎么还有人？终于倒坏了，好，应该没有人了。这个地方跳下去是什么地方？好像跳不下去。哎，可以跳。哦，跳下去就是这儿。行吧，那这样的话，回去找商人。回去找商人。一会儿打不到了，这样的，是在楼下，我看一下是，这个东西，我操，不是这把枪，这个东西掉下去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湖里开过来的时候，好像有点眉目了，懂了，不过先找商人。弩箭打瞎子应该不错，为什么？戳他身上再捡回来吗？敌人没死能捡他东西吗？他比如说倒地了，我把他头上的那箭给拔下来，形成二次伤害。前面有商人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记得湖底是有个商人，但是我不确定重置版把他改到哪儿去了，所以回来也不是很远。就回来一下。Hello, stranger. Welcome. Got a selection of good things. 出售主要是那个蛇蛇，蛇蛇第一时间卖掉。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dd. I knew you were a go-getter. 好，调教，然后升一下这个容弹量。Your weapons are in good hands, mate. I'll see you.七千。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 stranger. 然后这个装七吧。看看能骗多少子弹吧。是不是？哎，谁打电话？喂。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现在好多电话只要围一下就行了，修刀，对呀，修刀。等一下，一个一个来。想想先修刀吧。哦，刚才我看到修的时候是2000多吧，现在修一下要4400。Oh shit！ 真厉害。老巨威力还是不错的，就是。
就是那个啥比较捉急，是不是？刀的耐久要不要先升到顶？木头散弹，老狙的威力升野生鸭 3.2 0.7， 基本上差半发手枪子弹嘞。This kind of work is about finesse, stranger. Little bit goes a long way. You see. 两万一，一万。刀的威力无所谓。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 一万升不升？有点纠结，先不升了吧。刀的耐久，反正随时升，随时都是直接往上涨的。我刚才看到。就是我升的时候他往下顶了一下，呵呵，这个耐久比原来长一点点，升了一下耐久长了一点点，一点点不能骗子弹了，哎，真的不能骗子弹了。他升完以后他连升的这一次升的那两发他都不给我，不是说直接给我填满，呵呵，他连这次我加了三发他至少给我容弹量里面塞的子弹加三发他也没有加，就真的就一点都不加，真没劲。我操，这个装填速度有点致命啊！这，行吧，来，刚好一发塞进去，为的就是这个。这样的话，两发，刚才射丢了一发，然后两破刀做了两发，这样刚好四发，哎，一下子空出来。嗯，爽。第几张了？这才第三张，还早啊！手枪子弹好少，又少了。计划通是吧？对的，计划通。大补给也多，消耗大补给也多啊。原版玩家。不能让你们轻车熟路，给你改的不太认识。我要知道前面掉的这个是个宝藏是吧？是个宝藏，那就把它打掉，宝藏是不会消失的。打了，墓碑打了。再确认一眼啊，是个宝藏。那宝藏掉到下层去了，现在宝藏在下层，非常真实。采石场，我去，不会吧？要打那个了，下午好，下午好。采石场是不是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那个？是要第二次回来才有。开船才能捡到，哇哦！哎，喷子子弹可以带二十发呀，好事儿。这代伏击枪声很带感，伏击是什么？枪击啊，枪看错了，15，枪击。下午好。呀，怎么又有任务了？你任务好多啊，这个能不能开了？不能开。Good luck finding someone big enough to use this thing. 这么大锤子给谁用啊？你不管给谁用，给他割断，你给他割断，反正你用不了，我就把它破坏了，对不对？破坏蓝色徽章两个，啊，五个，
采石场到渔场一共有五个。啊，这儿都显示出来了，前面就有一个，前面有狗。爽，但是这个乌鸦怎么办？还是一颗闪光吗？乌鸦可不可以一颗闪光了？现在？穿过去了，直接。喂，完蛋！操，差点被这狗搞死。操，总觉得有点亏呢，为什么？为什么觉得有点亏？因为我一喷，乌鸦飞走了。你以为我不愿意吗？捡一发，操！我们找好角度啊，找好角度，先别着急。这么多乌鸦闪一个，不亏，不亏吗？亏不亏到底？还只能打一发，你捡的那100、200能不能买到一个闪光弹？他不能穿巨大的鼾声。怎么回事？谁在睡觉？这个乌鸦好像确实不太行的。蓝宝石，同志们，是个蓝宝石，我就放走了一个。
我就放走了一个，不知道飞走的是蓝宝石还是什么东西。火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固定的。我操，里面有东西在睡觉，我不说是什么，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至少亏了个蓝宝石，最多亏了个蓝宝石吧，说不定是黄宝石，那不可能。还有乌鸦吗？没有了是吗？我操，这弓弩枪贪钱快乐，150，操，紫星石，白狗狗。哎呦，步枪子弹8发。嗯，好亏啊，我没快没血了。这个房间采石场就直接走过了吧，这个东西你也不可能去开它，下次来的时候会触发的。这小屋进不去，神龛有一个，采石场有个藏宝，然后有个徽章，这个徽章我估计应该是巨人打完以后他放出来的那个地方露出来一个，那个啥，一个徽章吧，现在应该打不到。这个藏宝是怎么回事？挂在天上。他不会惊醒巨人吗？嗯，鸡蛋留着，鸡蛋只沾一格，绿草沾两格。尤其是橙色的那个鸡蛋一定要留着，不是橙色，褐色那个鸡蛋。哎，又有商人了，真好。商人说：“你真惨，上次看到你的时候还是健康小伙。这三条蝰蛇的还没完成呀。”李阳，你不行了，还要扶墙。哎，商人呢？哎，啊、哦，哎，神龛啊！开门，开门！耶，商人，久违的，也不是很久违，土鸡蛋。耶，这什么东西？关键道具 A， 还有 B 和 C 呀、啊。Ooh, you have the stench of battle. 回头钱。即使卖掉经过调教的武器也不会吃什么亏，你能拿回几乎所有的投入费用，我们是在帮你。哎，商人真好。嘿嘿嘿。There are enough weapons here to get a party going. 就是我要中间那把，别的那些我也不说啥了，我有了已经，中间那把就要给我。Welcome. What can I interest you in? 交换，没什么东西要交换好像。出售，这个可以出售，没啥用。应该是紫星石，应该是不能镶嵌的。中间那把买了也是供着，谁说的？等会儿巨人给他轰掉。好久不见，你好。吼吼吼！弓弩枪可以提升一下威力，我�觉得9000块钱，
you are, as you wish. 真爽，弓弩枪好用的，神。当敌人落单的时候，就不需要用这个手枪了。C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一次装填两发，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可惜每升一项基本上都要6000到10000，好贵好贵，好贵好贵，这个也需要10000。CMP 新品。What you see is what I've got. Will that be all? 还有一个 ticket， 这个 ticket 是什么东西？雷有点多了，现在4个手雷，2个闪光。中午好，惩罚者神枪，毛线！惩罚者他妈要死好多尖晶石才能换，打钱快点！我就是换了金色公文包，现在要换回来，觉得子弹更吃紧。可能还是子弹更重要一点。嗯，有个打靶是吗？打玩玩看打靶。先不储存，先玩打靶。也不对。不是这个，是这个吧？对，是这个。扭蛋机，3枚银币或者金币就可以抽一个，金币越容易获得稀有蛋件。击毙海盗，全部免费。打爆炸药能够多个靶子，误杀水手会扣分。以前是误杀 Ashley 会扣分。这个值不值？反正奖杯是一定要打的。400，看一下啊，200包头的是200，水手是减500，海盗头子是400，这个300是啥？小骷髅，炸药是问号。这原版就有，但是我记得原版是不是到城堡才有？现在就有了。狙击步枪一发可以干掉好几个靶子，问题是射速有点捉急。1-C 是什么意思？1-A、1-B、1-C， 奖励300钱、3000、5000，之后每一个加1000，全击碎最高分。这都要打吗？还是选一个就可以了？还是选你最喜欢的打？4000啊，你有两把枪的话，它就是要求分数高一点，因为毕竟你有两把枪了。用手枪的吧，我操，手枪升满的，操！哎呦我操！哎。还好没打中，没子弹。我操，完！业余啊，才 A 呀，2个银币，
击倒标靶术6-1啊，一共有6个骷髅吗？我没看见，只看到我漏了2个，但是其他3个没看见。啊，又打那个炸药包，哪个炸药包？一枪不空才行。2个银色代币，5000，之后每一个加1000。哦，懂了，就是5000的话就是一个金币，然后再拿到1000的话就再多一个银币。骷髅全击碎，击倒全部海盗，奖励吧，还有个奖励吧。哎呀，完了。可以 retry 了，感觉能 retry 吗？爆头没有奖励，我看到炸药了，我看到炸药了，这个炸药怎么？哎呀！打了一个水手，这局可以再见了。别着急，再来。这个要每一个都挑战吗？还是1-A 挑战完就行了？买完了，哎，是有人挡到了那个东西吗？完了，完了，这个时候是可以上个蛋，是不是？那你拿炸药的那个人要打到炸药才行吗？老哥，不带这样玩了。
不带这样玩的。我已经放弃了。已经想放弃了，我操，居然还放弃了，还比刚才分数高，这只是打到炸药，还行吧。我决定直播就不打这个，有点费劲。哎，原来可以这样。打中间的，哪个？哎，我操！但是还是三杠六啊。那后面的那个六个，后面三个骷髅在哪儿呢？是开出来的那个箱子有，是开出来的那个箱子会有的开到骷髅吗？空中一个，左右角落各一个，这样的。宝箱上有一个，哦 shit。这个恶魔一样的 BGM， 大概要听好几百个小时。哎，再见了。弩箭的靶场。我操，差点。弩箭的上弹速度很慢了，最后这个超快，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银质代币一个，
心脏疼痛。哦，之后是，那我现在几个银币了呀？这个全击碎还能，全骷髅还有一个金币，它金币只能拿一次，之后每加1000分多一个银币。那我这个到底几个银币啊？这是啥？狙！别！我操！你妈！我还说不用那个啥的。别猥琐你！他就要一发两个，你妈！很快，很快，很快！我操！我操，巨好玩，但是很难。一枪两个是不是有 bonus？ 哎！我这个忍不住就是换弹，就是打一枪拉栓的时候想要预瞄。但是这个很难，因为预瞄的时候拉的距离太远了，它跟那个开镜的时候的动的距离是完全不同。哎呦，又漏掉一个，就这个贱人他妈的。要5000分才是金币，应该就是一个都不能落下是吧？下午好。Holy shit！ 妈的！哎，差一点点！我操，差一点点！操！我想想漏掉几个，先这样吧，我有点累了，李昂也累了，哎，最后一个没打，要打不打呀？不经常玩射击游戏就是这样。这个有技巧吗？妈的！
哎，这个是离谱，不行，这个不能用那个打。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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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技巧是背板 B 呀、啊，4500分，这个要8000分，反正就是一个都不能漏呗，懂了。其实第一轮好像不需要用，就有中间有一个是不是要用狙？8000分。这人到底有没有带那个啥呀？我差一点点，刚才中间那个人到底有没有带这个骷髅啊？我操！第二轮应该是这个狙啊，没记错。第一轮全用手枪，然后第二轮全用狙，第三轮是先狙再手枪。Sorry, mate.哦操，这人他妈有个骷髅来着，原来如此，懂了。原来如此，一开始就漏了非常重要的一发，他妈的那个老板裤裆里揣了一个骷髅，完蛋。这个到底怎么打到他？那个
操，那个人到底怎么打到的？他这个枪械的后坐力有点强。完蛋，我已经退出。木桶要打破。 Oh shit， 还有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直接打爆这个啊，手枪跟那个是一样的。子弹没有安排好。你妈，这个没有准镜，没有缩圈的时候好难打，明明打到了还不算。你看，哦，是吗？原来激光瞄准镜就是干这个的。Oh my god! Oh my god! 死了，我已经可以提前宣布死亡了。要打一点提前量，要打填提前量。哎，那这样的话，今天大大方方，是的，甚至卡关了。这个村庄的这个打靶不打的话，回城堡的时候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刷掉就没了？城堡是城堡的打靶。Oh my god.
我打了好多银质代币。他要打一点点提前量的，对于那种会动的。扭蛋不是随机啊，这样的。Oh my God！功亏一篑了，可惜可惜，前面还是挺稳的啊。这样的绑定存档那很恶心，他妈的！使用金币数量出货都是固定死，那就不用 SL 了，是吗？差一点点，不够快，不够快。那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的木桶肯定很多人卡在这儿了，你要是不说我一辈子都不知道。那木桶下面还有一个，这太猥琐了。不是你，你后面的关卡你就知道了呀，你碰到桶子先打打看，你第一次你又不知道，这就跟哥伦布输鸡蛋一样，你不说这个谁知道啊？第一个发现是牛逼。
shit 那么多。成了，同志们，一万分，爽。哎，还是漏了一个，我操，妈的，怎么回事？还是漏了一个，哎，我吐血了。每关都没有完成全骷髅，妈去死了。就这样吧，先。说的对 ，Do come again， 这个还摇吗？这个摇，小的飞天的不好打，是啊，我也是碰巧打到的，三个吗？抽一波，好，这个直播间的观众见证，艾什莉虫子已经孵化了。独角仙史诗，我操，看上去很厉害。恢复类的物品出售价格加100%，啊，全骷髅用鼠标也不好弄，啊，别抽筋，为什么呀？要么就三筋，对，我刚才就三筋，不一样，还有啥？还有铜币吗？该卖红绿草，别，我要吃血的，我别这样，我的是火箭筒打折，那好东西，因为火箭筒打折就是用一下，然后就挂上，然后用完就拿掉，这多好啊！这马格南合成奖励触发20%，电锯姐妹花，三色要卖2万，邱老师说啥来着？我看看。士兵铁锤手枪弹药合成奖励触发，这个我好像有了呀，我操，都那么垃圾吗？体术暴击率增加，这个也挺好的，我觉得。金银银是啥啊？金一个金两个银是吗？契约者银，我抽了银币抽出来契约者银的关注。冲锋枪弹药合成奖励，我操，没卵用的东西都是。我也不会去合成手枪子弹，是不是？开什么玩笑？没得换。哎，说起来，他这个不断打，他不会增加硬币吗？还是说一定要创纪录才行？之后每1000分多一个硬币，那我再打一遍这个，是不是？我再打一遍这个，他还会给硬币吗？就是说，如果没有破纪录的话，只是打到 S， 他是给一个银币吗？还是给一个啥？就第一次打到 S 才有金币是吗？那金币的数量总上限不是锁了 ？Fuck， 那还怎么打？那压根没法打。恢复类药品出售价格100%，冲锋枪合成，马格南合成，我他妈合成个屁呀！我都不会合成。然后这个手枪子弹弹药合成奖励，疯狂合手枪子弹，哎呦，怎么都是手枪子弹，来个散弹也多好啊，后面可以石头兑换、手枪弹药合成可以多合点手枪子弹是吗？但我已经掉手枪子弹了呀，来点散弹枪合成多好啊。TMP 我也不合，马格南我也不合，我操，抽的都是啥？这个好难看啊！不要了。一周目的金牌是固定死了，哦，这样的。
那我金币是不是直接用掉三个很亏呀、啊？应该一金两银或者两金一银。豪华版宝藏给不少银币，这样。保存游戏，关。